就是这儿。这什么破地儿啊，这怎么这么脏啊？杰兄，翘他能在这儿吗？主要是那个宅子太大了，不易打扫，所以呢就容易起灰。别跟我说，宝贝就是这些烂铜骗子。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八门金锁阵吧？降妖除魔？别瞎说，八门金锁阵是打仗的阵法，和降妖没关系，和这些铜骗子也没关系。那你认识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吗？认不全，战国时期的古字，写的好像是墨家的典籍。你们知道吗？傀儡李就是墨家的传人。秦灭六国之后呢，诸子百家就再也不参与国事了，退而进入江湖，成了门派。墨家呢精通机关术，所以傀儡李的机关术天下第一。我们陆院呢则是史家的传人。我们神机谷是法家的传人，我们赵家我知道，说书的，胡说八道呢。哦，对了，傀儡李人呢？怎么还不出来？对呀，哎，人呢？傀儡李大人，我带人来见你了，你在吗？排长，我可等了一年了。傀儡李大人，一共来了10个人。哈哈，上！